这边，别提输钱的事儿嘛。您为了希望你把英文学好点，将来移民分数也可以高一点啊。啊，一会儿看完了风水呢，妈妈在家里打牌呀，一定赢的。希望你多赢一点，彼此彼此。哎，我们可以到这儿玩。女人呢？放心吧，不过我也不准你勾引老外的啊。神经病。 不是鬼，最可恨就是这，他泡了别的女孩子又不告诉我。喂，是个日本电影，看病看病。嗨，卡拉斯蒂，保证看，臭婊子，快给我滚啊！要不然我要警察来抓你。他们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相处呢？爱心，外星人喜欢偷看别人做爱吗？我不是有意的，你们做的太……很久了，已经三天了。你呢？我来写剧本。写剧本？电影剧本啊？不，蒸汽浴啊？简单嘛，不必费神。来，是个冬菇。能不能给我干净的衣服？等会儿啊。不过我不会叫你做变态的事。嗯，我问了。好吧。 真心话。啊！不是过来！别跑！哎，什么？哎，试试看，这条裙子。做就去做，而且会尽情的做。喂。 别这样，到我家里去吧。你不想知道就不要问了。你喜欢我撒谎吗？你明白最贵的意思吗？啊，明白明白。